住んでますよ。どうも、お待ちください。Thank you.
俺家小舅，俺家小舅的啊。上学了，走好。你别看这景点咋样？对啊。哎呀，我上高中时候，我考的是校外中学。小米啥？来来来，小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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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，我帮你拍了。阿金，您等您开讲啊，是啥？阿金，对呀、啊，这不是你想的。小米，小米，綺麗ですね。咱进来，哇！小蛋，小蛋，小蛋，拆起来！好来，好来，来来来来。阿妈讲，叫他。
用起来啊，用了阿明啊。没。啊。没了，安起来哦。没了。没。没。没了。没。俺忙着去，他进来这个，是吧？那个，你不相信那是刘云年？你家钱我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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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点那个字啊，来跟上跟上。Hello。今日行程第三天，这一脚啊，右向就是南台湾这边下去，上去。
这个时间哦，拜谢粉姐哈。早上鼓励各位贵宾睡觉，中午十二点以前请不要睡觉，晚上十二做清明班的人哦，你随时干嘛都可以接触一下。那做清明班的你干嘛？就是清明班的你还是多回点利用，别花你一点房间，各位不要在里面睡觉，避免去接触人家。台湾有一个在上座上面，都因为电话那底响，你不能电话那底响，拜托电话，你的手机还袂响，电话在上机机个放起，很明显的一个电磁波，它都干扰到电器用，那附近的后面的话，就是电磁波的话，就是小孩子，请不要给他去碰电话，间接。所以在那一个时刻里面哦，他说啥话是话不给他弄进去的地方也可以勾引的。哎，他开始不听话的时候，前面不敢硬给他先弄一点来过去。他有好多都不听话，所以小龙感觉来说，飞机上面不能过去不能听话。经过检查的哦，可以直接喝的矿泉水啊，3:40。那门关了那干呢 ？Mister Plaza 的开了的关呢？所以呢？我还有一间民水市场，一间矿泉水。啊，民水的对接所在上最上大间的呢，民水遐有一间建筑物啊。右手边的所在有一个建筑物，因为建筑物内面哦，迄上大间啊，啊，今日走一个便所了，咱要经过吊桥带你。
好。嗯，开始。好吗？我给他讲，我给他。这个路人甲。哎呀，这个没有香。人就暗的嘞。暗暗吗？嗯。啊，今天干嘛暗暗？嗯。干嘛暗暗？对。见小鬼了，俺都看过啊。哦，俺哪来的？我，你小鬼家俺哪来的？哎，好，嗯。直接来。好，好的。来，出发了，来。啊？来，过来。我行过，较自然就对了。好啦，啊，有人来，啊，有人，有人主动就对啦。
去啊。不要麻烦。哎。嗯。哎。